在路上如果看到那个没有签证的狗啊，它是有签证的，对不对？它如果没有签证，你们千万不要去。你不要说，哎，狗尾看起来好像很乖，我就想要去摸，你有可能会被它咬，因为它没有主人。哈、哦，你一定要在有主人、有牵绳的情况下，问主人说，可以摸它吗？主人如果说不行，它很瘦，你摸它就不会这样，不太舒服它。你不要去故意舒服它了，哈、哦。然后呢，它如果说主人如果说可以啊，它很乖啊，那你就摸它，那这时候你要。有第一个问主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侧面靠近，请你不要站在他前面。哎，喂，像那个吧，我很怕的哟。好，我们要在侧面停下来，这样才不会给他压力。好，因为对狗来说，我们像主人一样大，所以呢，你不要在他前面跟他前面。他上次怎么洗手？